您好，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我是黄欣桦。首先带您关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葬礼过后，他的灵车绕行东京，民众夹道哀悼。日本时间下午2:36，载着安倍晋三遗体的灵车从东京增上寺开出。道路两旁早已挤满大批的民众，所有人声嘶呐喊，向这位已故首相做最后的道别。而灵车前座是安倍妻子安倍昭惠，她手捧牌位，沿路低头向民众致意。安倍的灵车离开增上寺后，依序绕行自民党本部的大门、议员会馆、首相官邸，还有国会议事堂。在行经自民党总部时，党员们早已列队，双手合十向安倍送行。现场还不断听见有人大喊谢谢。紧接着灵车抵达首相官邸，首相岸田文雄早已就定位，他手持佛珠，率领官员深深一鞠躬，现场气氛充满哀伤。Again, Linda, a sad day here in Japan, and even the weather seems to be reflecting the mood here. Gray skies and a little bit of rain as the country lays to rest. 安倍葬礼这一天，其实连他遇刺所在地奈良都下起了雨。You can see it is absolutely torrential rain, but that hasn't deterred people because this line.Of mourners stretches back as far as you can see. 因为安倍周二的葬礼只开放亲友出席，未来会不会举办隆重的国葬，目前还在讨论中。接下来要不要为安倍来进行国葬？日本政府有先事先询问过这个安倍的家属，包括安倍的妻子安倍昭惠哦。那么安倍昭惠的意思是说呢，因为现在是新冠疫情之下，不需要再花这个浪费这个国家的公帑。虽然不确定要不要办国葬，但这几天日本民众持续涌入献花，也显见安倍晋三在人民心中的地位。TVBS 新闻综合报道。副总统赖清德出席的安倍葬礼，对岸急跳脚批评这是行谋独之实。副总统赖清德赴日悼念安倍晋三，大陆国台办12发新闻稿表示，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已向日方致唁电，表示深切哀悼。民进党借吊唁之名行谋独之实是徒劳的，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大陆外交部则表示，台湾当局利用安倍被暗杀的机会行政治操作，像这样的阴谋是不可能成功的。The two sides across the strait will enjoy peaceful development, but when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is arbitrarily challenged or even sabotaged, there will be dark clouds or even ferocious storms across the strait.而大陆外长王毅则在印尼参加 G20 时，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双边会谈后，回应有关台湾问题。And it speaks, Linda, to the deepe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under the late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 who the Taiwanese President Tsai Ing-wen stated that she considered a friend, and she was grateful for his efforts to not defend Taiwan, at least in a literal sense, as of now. 至于外媒对赖清德访日，则认为这是台日常年友好种下的结果，也凸显中日两国的深层矛盾。路透社报道，大陆的驻日使馆为了台湾的副总统参加安倍丧礼，已经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Histor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you know,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 aggression, occupation, and well-documented brutality, at least by some of its troops, were really very much have been ingrained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psyche for decades. 安倍事件，两岸借由吊唁，各自在国际场合上较劲。TVBS 新闻综合报道。国民党降半旗哀悼安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到枪击身亡，总统蔡英文下令11全国政府机关单位降半旗一天，国民党跟着响应，却没想到引发党内争议。国民党不应该随着民进党降半旗，主席在做决定之前，最好先跟这个意见领袖先谈一下。自认是党内意见领袖，却被独漏。赵少康看到中央党部大门外国旗党旗通通往下降，火都上来了。你比如最近好了吧，徐水德、郝柏村，前一阵仁阳港过世，也没有降半旗啊。吸引中间选民的票，不是靠降半旗来吸引的。谁比较重要？降半旗哀悼让党内大头跳脚。随后，前任党主席洪秀柱也在脸书指出，安倍并不符合国旗下半旗实施办法中的任何一项，为他降下半旗有何正当性？反之，违背党的路线，只会伤害支持者的心。但就算是党内有反弹声音，朱立伦他
态度依旧坚定。安倍首相包括安倍首相的家族以及他的父祖辈跟我们国民党长期以来都是非常深刻的友谊，也是表达我们对安倍首相长期支持台湾、支持中华民国以及国民党友谊的一个谢意。透过做出这样的决定来回应台湾的主流民意，追求和平而不是挑起仇恨。先是赴美行的九二共识重定义，后是哀悼安倍降半旗，朱立伦要争取中间主流民意，显然都会与所谓深蓝对立。 TVBS 新闻徐孟杰、刘新奎、叶凤伟台北基隆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今天葬礼过后，灵车途经了首相府，还有国会绕灵，很多民众夹道追思，甚至有人哭喊谢谢安倍，场面非常的哀戚。而路途当中，安倍夫人也是捧着牌位同行，在葬礼上说谢谢先生一直以来的守护与照顾。日本政府也追授了菊花章、警示以及大寿章，让安倍成为二战之后获得最高等级勋章的第四位元首。黑色灵车缓缓离开增上寺，大批日本民众都来送安倍晋三最后一程。现场人群呐喊挥手，灵车载着安倍棺木，前座正是安倍的妻子安倍昭惠，捧着牌位，神情落寞，眼神憔悴，还不断对着两旁民众点头致意。遗体火化前，灵车先在东京绕行，先后经过自民党本部、议员会馆、首相官邸和国会议事堂。从空拍画面来看，不管到哪都有许多人守候，想送安倍最后一程。すごいですね。自民党本部前、道路の一車線分を覆うような形で。そうか、これ自民党本部前を通過したんですね。はい、通過しましたが。通過した、そうだ。自民党本部通過して。灵车抵达首相官邸前，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双手合十，挂着佛珠，率领全体阁员向安倍遗体深深一鞠躬。在灵车绕行东京之前，中午12点，家属在增上寺为安倍晋三举行葬礼。这次的家葬仅限家属亲友参加，除了岸田文雄、菅义伟、麻生太郎、森喜朗等前首相也都现身，而我国副总统赖清德则以友人身份到场致意。在葬礼上，安倍昭惠发表了悼词，他说没遇过像安倍晋三一样温柔的人，总是守护着他。虽然政治理想上安倍还有未尽之业，但埋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根据在场人员的描述，遗体送上灵车之前，安倍昭惠用脸颊轻轻碰着棺木好几分钟，和结婚35年的丈夫最后道别，场面相当感人。It's a sad day here in Japan, and even the weather, gray skies, a little rain seems to be reflecting the mood. 日本连续热了2星期，刚好在葬礼这天下起雨来，想要献花致意的民众一度排了200公尺长龙，还要警察介入管制。日本人の誇り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くれたな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なので最後に安らかに眠っていただけるようにお休みされるように。とても大好きな首相でしたんで、まあお別れを言いに。とりあえず参りました。感念安倍的人实在太多，因此出现要为他办国葬的声浪。有些人认为说，因为安倍过去是算是这个对日本贡献非常大，也是历任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所以应该要特别为他来举行国葬。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说，不应该要再花人民的纳税钱来办理国葬。办不办国葬，目前还在讨论中。不过日本媒体报道，夫人安倍昭惠倾向不办。安倍昭惠的意思是说呢，因为现在是新冠疫情之下，不需要再花这个浪费这个国家的公帑，尤其人民生活又非常的辛苦，因此呢是婉拒了国葬。而日本政府也决定追授安倍大勋位菊花章警示，菊花象征的天皇，是日本最高等级的勋章。菊花不但纯金打造，整体设计也融入了日本国旗，
安倍是二战后第四位获得这种勋章的首相，主要就是感念他在位期间经济和外交上的努力与贡献。 TVBS 新闻综合报道。而刚看到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的葬礼过后绕临东京，目前已经火化安息了。不过刺杀地奈良却不平静，当地的警方接了1300通的电话，都是民众炮轰安全疏失太过于夸张。更多的讯息交给韵文。来看到是关于这安倍晋三他遇刺身亡，其实维安上有很大的疏失跟漏洞，所以现在当地的奈良警方就接到超过1300通的电话跟电邮，都是在骂他们当天的维安的疏失，让他们是一度都打不出电话去，就是线路是完全的被占了。我们再看到的是呢，他们也坦诚说当天确实有疏失，也向日本社会跟民众来道歉。那到底疏失在哪里呢？就来看到，第一就是因为其实当时安倍是面向人群在演讲的，而随后呢可能认为说背后是车流，所以应该不会有人接近，但是想不到的是嫌犯就是在背后偷偷的伺机而动，要攻击安倍。再来就是呢，嫌犯已经开了第一枪之后呢，随后却还是慢半拍的错过黄金的2到3秒时间来保护安倍，并且最后还通通扑向了嫌犯，没有去保护住安倍，所以这些维安漏洞之下导致安倍是命丧在街头上。而这名刺杀安倍的枪击犯山上彻也，他供称去年9月就已经决定要暗杀安倍了，而动机是他的母亲沉迷日本的统一教，捐了大笔的钱财让家道中落。起初他的暗杀目标其实是宗教的高层，但是去年9月他发现安倍曾经在日本的统一教有活动致辞，因此种下了杀机。而目前呢，宗教方面出面表示安倍跟他们的教派没有关联，但是凶嫌的母亲是会员没错。そちらの、こちらの、here、部屋。So this is where Shinzo Abbey was standing. Yes, ここ、ここです。Yes。奈良地方报记者带着 CNN 重返安倍枪案现场。这名记者说，眼睁睁看着安倍不断的流血，场面相当骇人。Unbelievable thing happened in Japan. Just disbelief. Yeah, I can't believe this is happening in Japan. Well, everyone here is talking about how.Utterly shocked they are that anyone, let alone a prominent figure like Shinzo Abe, could be gunned down so easily in the streets. Unlike in the United States, guns and gun crime here in Japan are incredibly rare.凶嫌山上彻也因此拿着亲手制作的枪支暗杀安倍，他向警方坦诚曾参考 YouTube 上的影片制作武器，连子弹都是土法炼钢。新たに空の薬莢をたくさん入手して、そこに火薬を詰めたとの趣旨の供述も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调查发现，山上彻也还在案发前一天高调试枪，地点就在统一教会的奈良分馆。附近民众证实听到巨响。バーンバーンっていうか、かわいいとこだったから、3時半から4時半の間よ。結構大きい目やったと思います。いやもう怖いですね。その近くにねいて、そんなんしてたのは。但现场已被日本警方用蓝色的塑胶布盖起。CNN 记者尝试入内拍摄，遭到拒绝。Can we just have a look at the damage? 銃痕みたいなだけ見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Just very quickly, please. 除了先试枪，山上彻也据称原本想在7号下午就到安倍的冈山助选会场行凶，最后因为现场要检查包包而作罢。得知安倍要到奈良后，山上提前10点到场。事实上，他手中还有 B 计划，假使在奈良暗杀不成，晚上还会再前往其余的。另一个助选会紧追安倍。41-year-old saying he targeted Abe because of a grudge, according to Japanese media. The suspect telling investigators, and I quote, "I had a grudge against a particular religious group, and I thought that former Prime Minister Abe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is group." 另外，山上虽然指称是不满安倍与统一教有关，害母亲沉迷宗教破产，但最新说法是他真正不满的是安倍的外公岸信介。私たち法人との関係というよりは。創設者文鮮明総裁、ハン・ハクチャ総裁が推進する平和運動に強く理解を深めてくださっていたというふうに私は理解しています。原来岸信介据称就是把统一教引进日本的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岸信介曾在满洲国担任要职，由于他曾在对美宣战诏书上署名，一度被列为甲级战犯。
不过后来无罪获释，还一路做到首相，日本因此称他为昭和妖怪。但嫌犯是否真的因此惹出杀机，又待厘清。He looked miserable, Tamako says. When I said hello to him, he never even responded or bowed. He seemed to be in his own little world. 41岁的山上彻也被邻居形容成孤僻，不爱打招呼。现在奈良检方也担心有关嫌犯刑事责任能力可能成为未来审判的争议点，因此打算在正式起诉前。先对山上做精神鉴定。TVBS新闻综合报道。而副总统赖清德亲自飞到日本送别安倍晋三，刚刚稍早已经回到台湾了。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亲友身份出席葬礼的，行程保密到家。而他也是两国断交以来最近37年来最高层级访问日本的官员。但是外交部低调的定调说，这只是私人行程。身着黑西装、黑领带，副总统赖清德12号下午现身安倍葬礼现场，亲赴增上寺送别好友安倍晋三。在前国策顾问金美玲的陪同下，副总统赖清德也意外被外媒直播捕捉到身影。赖清德一行在门口交谈，全程画面约20秒，写下台日两国断交后最近37年最高层级访日篇章。相较于一般人，多半是出现在门内，赖清德的身影也因为交谈这一幕意外直播到全世界。今ご指摘のあった人物につきましては、安倍元総理の葬儀に参加するため、あくまで私人として私的に訪日をされているものというふうに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面对求证，日本外务省连赖清德的名字都没有提及，却特别提到他是以友人身份出席，就是为了避免挑动敏感的中日矛盾。据了解，出席家祭的除了家人之外，还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外宾部分除了美国驻日代表之外，副总统赖清德以亲友身份出席吊唁，场外则有民众带着中华民国国旗献花，感谢这位台湾的好朋友。回顾安倍与赖清德好交情，早在2016年安倍担任首相时期，台南大地震就向台湾表达，在这个艰难时刻需要任何支援，日本都愿意提供。3年后英德之争，赖清德赴日本东京演讲，与安倍亲弟弟岸信夫参叙，隔年岸信夫还特地访问台南，两家情谊可见一斑。这回以私交为由赴日接受安倍家邀请，可以说是保密到家，就连日台酒的协会也只证实确实有发出签证。悼念安倍其实是收到安倍家族的邀请，他的私人的行程，外交部我们这边没有其他的讯息来进一步的说明。赖清德赴日吊唁安倍，外交部定调私人行程，展现两家私谊，代表总统出席则是两国默契，丧礼外交写下台日新历史。 TVBS 新闻崔荣群、林佳慧台北采访报道。而现在安倍遇刺也掀起了巨大的冲击，凸显了政治人物或许是个高风险的职业。而同时，日本的竞选期间街头的宣讲传统会被改变吗？韵文。好，来看到是安倍之死呢，暴露是政治人物从政的高风险。先看张照片呢，是安倍他年轻的时候刚踏入政坛，帮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在街头上扶选助讲的画面。所以呢，堪称他从年轻到他临死前都是在街头助讲，而这也是日本政坛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文化，是要展现他们的亲民的这个吸引力，以及呢，就是因为日本的对于政治的广告有很严格的规范。还有是要展现他们选民呢想要看到这个付出的努力的样子。那我们再看到的是呢，其实除了这个演讲之外，是要站上战车，但是这个战车可以看到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弹跟防爆的玻璃，所以也被认为呢都还停留在是过去的昭和时代。有人认为说，如果他在当时呢被枪杀的话，那一切就都结束了，所以可见这个风险是很高的。那我们看到是有人认为说，其实这样的安全的措施跟的交流之下，其实很难去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但是现在呢，就是安倍他被枪之后呢，这样的选举形式是根深蒂固的，应该不会根本性的转变。但是要想的是，会不会需要更多的防护措施，是之后要重新思考的部分。那么安倍遇刺之后的国会大选，自民党联盟在参院的选举获胜，取得了2/3以上的席次，其实就已经达到了可以发动修宪所需的门槛了。所以他们要实现安倍的修宪梦，首相岸田文雄也承诺要程序安倍的遗志。不过现实的状况是否没有这么容易呢？韵文。
来看到是安倍晋三在生前一个非常大的政治梦想，就是要推动修宪，就是要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在二战之后呢被美国强加的要放弃战争的条款。他希望可以修改之后呢，来增强日本的国防军力，在必要时刻呢也能够主动的发动攻击，而不是单纯的防守自卫而已。我们就看到是在他死后呢，这个参院改选之后呢，执政的大联盟呢是超过2/3的席次，但是外媒认为这要达到修宪可能还是蛮有困难的。好，因为呢，日本的修宪是要透过参众两院都超过2/3议员提案支持之外，交由人民的公投。而现在有人认为说，其实呢，在安倍死后，其他人要推修宪的这个意志呢，可能都会被减弱了，就是没有强大的修宪领头羊来推动这个修宪运动。再来就是呢，这个修宪呢，堪称是一个比较奢侈品的东西。现在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民生的经济议题，尤其日本现在是疫情升温之后呢，还有能源价格高涨，以及整个高通膨。日元贬值的经济都很严重，堪称内外夹击的多重危机。而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离世前，他的 YouTube 官方频道订阅人数是36万人，但是截至到周一为止，现在已经暴增到了113万人，突破了100万订阅。很多网友在影片下方用日文、中文、英文等各种的语言留言，对于他的离世止不住了眼泪。也有人形容他如此温柔敦厚，更说他是贴近国民的政治家，谢谢他为日本做的一切，写下对于安倍的怀念与哀悼。Shinzo Abe is once again Prime Minister. 回顾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治生涯，2012年成为自民党首位回任党魁，重新赢得执政权，但一上任就得面对烫手山芋。Front and center is the economy, which has sputtered along in Japan for the better part of 2 decades, and is in recession once again.安倍提出3支箭想摆脱经济衰退，第一件货币宽松政策，第二件扩大财政支出，第三件结构性经济改革，被称为安倍经济学。Making Japan more business friendly and getting more people into the workforce, particularly women. We now have 2 million more. Repeat, 2 million more women employed. 第三支箭搭配女性经济学，安倍期望打造职场娘子军，目标在2020年女性担任高阶职位的比例提高到30%，但可惜没达标。All three arrows needed to be fully executed, but when push came to shove,They ran out of courage to execute the third arrow. 尽管安倍创下历任首相以来最大就业数字，也曾让日股创下26年高点，但没有提高薪资，让家家户户受惠，国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安倍经济学褒贬不一，但依旧牵动日本市场经济。说到他的另一项重大功绩，是提升日本的国防地位。安倍晋三提高国防预算，解禁集体自卫权，早一步警觉，看穿中共野心，创造印太一词，被形容是印太战略之父。海は世界の交渉材で、自由で開かれて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主張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区，安倍領頭抗中挺台。日本や台湾が位置するこの広大な海は、国際法のもと自由で開かれた海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ものです。当然、武力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はあってはなりません。安倍晋三构筑海洋民主国大联盟，遏制大陆野心，挺台立场当然也曾让北京当局不满。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id send condolence messages to both the curren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Kishida and Mr. Abe's family, and briefly mentioning, as Will pointed out, Mr. Abe's positive contribution, quote unquo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bilateral ties. 尽管不对盘，过去安倍为了双边关系，还是愿意访问大陆，跟习近平坐下来谈。安倍跟俄国总统普京的关系也不算好，还有网友翻出过去 G20 峰会，安倍跟各国元首的合照，感叹与普京、习近平的世纪同框回不去了，倒是他把安倍当妈吉看待。
川普曾经盛赞安倍是日本最伟大首相，安倍也是川普上任后首位造访白宫的外国领袖，看得出安倍积极打好跟美国关系。其实安倍提倡地球仪俯瞰外交，出访80次，去过176个国家或地区，飞行距离可以绕行地球将近40圈。Japanese leader Shinzo Abe resigned on Friday over health issues that have grown worse. 2020年，安倍在掌声中卸任，但由于他是自民党内最大派阀亲和会的领导人，具有一定影响力，幕后主导菅义伟、岸田文雄上任。如今奏事自民党面临权力洗牌，重塑党内新平衡。TVBS 新闻综合报道。再来关注环太平洋军演上，除了各国的军方部队精锐参与，还有美国的海上防卫队参加。到底为何会如此活跃呢？很有可能是近年在海上的灰色地带，如果跟中共的冲突上升，其实需要身份较不敏感的海巡队来介入冲突与纠纷。而各国也展现了怒海潜向的全新装备，除了有全球的定位系统以及新式的头盔，大秀水下的技能。带你开箱美国海巡的特战突击艇，可以看到呢，船舱里面总共有4个座位，每次任务除了一名驾驶，还有一名机枪手，还有2名组员，总共4人来执行任务。采访团队来到海巡基地，首度进到这艘特战突击艇，一转身发现别有洞天。而船舱的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暗门，可以通过前往舰首，来到机枪手的位置。突击艇的功能除了执行海域反恐训练、协助海滩救助任务外，遇有突发海上恐怖攻击或海上喋血状况时，可迅速调度执行攻坚。精良武器包括 M240 机枪、雷明顿霰弹枪、M4A1 步枪，不吝啬地展示出来，还带着媒体一起上到威廉哈特巡逻舰。And then this is just our radio systems. 海岸防卫队员带着我们参观闲杂人等禁止进入的舰桥。包括休息舱室、小小的交易厅，还有各种救生装备。我们现在带你看到的就是 William Hart 的这个海巡舰的舰长室，这也是全舰唯一的个人空间，可以看到有一张小小的床、书桌，甚至还有一个洗手台。被视为第二海军的海岸防卫队，在环太平洋军演中又是扮演什么角色？So the William Hart is participating in 2 events during this 2022 RIMPAC. The first is today's media day, and the second is a mass rescue operation exercise taking place this Friday. 2022环太军演，海巡地位重要，尤其近年来灰色地带冲突升高，非军事手段的介入用来维系区域和平，海巡角色不容小觑。Last summer, we rescued a mariner who was lost at sea for 9 days and found several hundred miles off of the coast of Oahu. And also a patrol from Oahu to American Samoa and Samoan waters to help deter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跟着镜头再上到传奇级米吉特号，在环太军演期间，米吉特号将担任指挥，与来自法国、秘鲁以及美军舰艇进行海上加油、空中导弹防御、射击、反跟踪、大规模救援等演习。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美军海巡传奇级巡逻舰的飞行甲板，可以看到呢，这里可以停放一架的黑鹰直升机或者是海豚直升机，而在我的后方就是他们的2座的机库，并且它也可以替直升机进行加油整补。Our main mission is to build upon the skills for interoperability, primarily to coordinate, communicate, plan, and execute complex naval operations with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s well.海巡在美国五大军种中规模最小，但在全球海军排名却仍占据第12名。台湾也一直想把海巡打造成第二海军。安平级安平舰成功验证平战转换效能，实弹射击雄风2型飞弹，也将参与汉光38号演习。但专家认为，台湾碍于有限资源，应该海巡归海巡，海军归海军。海巡的安平舰哦，从事这个汉光38的演习操演，但是呢，这批舰艇呢，只是海巡单位的一部分，大部分的舰艇呢，95%都在做好这种的海上的执法啊、救生救难，5%的不到勤务跟军事有关。所谓发展第二海军，并不是叫海巡去复制海军的作战能量，
而是善用啊海岸巡防队的特殊的自己本身的搜索救难各种特殊战技。虽然台湾海巡规格和战备差美方一截，但台美过去成功签署海巡工作小组备忘录，借力使力，双方透过低军事敏感度的交流，从事人道救援、打击犯罪、互娱行动，同时制衡台海灰色冲突。然而台湾海巡若要发展成第二海军，恐怕还是面临到火力不足的问题。 TVBS 新闻陈欧翔、林亚南、顾尚君、夏威夷采访报道。而 TVBS 采访团队也登上了美国海岸防卫队的另外一艘传奇舰艇，它的姐妹舰去年八月曾经行经过台海，舰长也透露环太演习结束之后将会支援美国的第七舰队，但是目前还没有跟台湾的海巡合作，但他表示很期待未来能有机会。带着记者上下舰，队员都会向船尾的美国国旗敬礼。踏上这艘 Midget 号是美国海巡现役舰艇中最大的，而且很新，2019年才服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美军海巡的传奇级巡逻舰的直升机甲板，而这里呢可以停靠像是 UH-60 系列的反潜机或是海豚直升机。在我的背后就是它的两座机库，而且呢这艘船还可以替这些舰载机来进行加油整补。实际走访船舱里面。So do we got a hospital in this ship? So we don't have a hospital, but we do have all the equipment we would need for any sort of battle dress. And then we can change like our wardroom or the mess deck can turn into our medical station. 传奇级舰艇有自动驾驶，毕竟美国海巡的执行范围很广阔。Midget 号的姐妹舰穆洛号，2021年8月底曾与美国海军驱逐舰记德号行经过台海，当时穆洛号就被派到美国第七舰队数个月。舰长也透露 Midget 号也有类似规划。Following the RIMPAT, we are supporting United States Navy 7th Fleet, and we'll be transiting as far west as the Indian Ocean. The Coast Guard's role is ensuring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强调维持国际秩序，美中角力双边互信基础早已薄弱。2014年的环太中共沈阳舰可是与美国海岸巡防队演习验证补给作业，登上美舰后的合影，这笑容似乎只能留在历史照片中。美国海军会强化跟这个海岸防卫队的合作，就是应对中共这种灰色地带的冲突。事实上，除了中共海警船之外，也包含它的这个系统性的这个海上民兵的发展，对各国都造成很重大的一个灰色地带的威胁。台湾与美国海巡去年三月也签署工作小组 MOU。But we definitely take every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including the Taiwanese Coast Guard as well, and we look forward to those opportunities.环太上大方提及美台合作，也没再怕舰址的对象不开心。 TVBS 新闻林亚南、陈佑翔、顾尚勋、刘婷婷下月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